主持，佢都未识得递女花片，更未解莲香色玉。当朝快说初情，便命我把山茶拾取。Bye.
似已是个长平公主呢？莫不是公主的幽魂艳眼？不会的，就算公主幽魂艳眼，都不会是道姑打扮的。莫不是公主她假托妖王避世，尚在人间？我记得啊，我记得公主妖王之日，于是我殉爱之时，周家瑞兰她曾经有一句相关说话，她说有缘生死能相会，无情对面不相逢。莫不是有 QK 在内？不得，等我叩门一问才得。这处是青莲界庵堂地，我要稍存礼貌，都未敢措辞。师父开门。哎呀，点解佢闭门不纳？事更可疑啊，当我冲门而进至得。我一不是借茶，二不是拜佛，我有句说话想求师父你点化啫，你何以闭门不纳呢？庵内无人主持未化，俗世男女都尚且受受不亲，又何况佛门清净地呢？如此，师父有礼。施主有礼。师父，你是一个出家人，容我问一句尘俗话，所谓结火如生，恍同隔世，虽则难记兴亡事，花月总流痕。我同阿道姑，好似似曾相识咁，望你把前尘世认啫。施主，想贫道半世清修都未经结火啊，世外人十年来都只知敲经嘅念佛，几曾沾染过俗世风情啊？师父，你系出家人讲清修，我哋俗世人就讲俗话，所以俗语都有话山居荒一日，世上二千年。你所谓实在敲经啊，莫不是比喻一年念佛啫啩？照我睇啊，道姑你首戒清修最多不过都是一年光景咧。哎呀，施主，照我睇你是一个读书人，似乎啲说话唔应该讲得咁轻薄噃。贫道入庵十年都尚有主持可证啊，虽知不是可怜人，都不入清规地，既入清规地，出淤泥又不成。师父，我不是伤心人，都不作伤心语。既是伤心人，才有错不昙花，当作宫花迎接。施主，原来你不是一个轻薄儿，都却是一个沧桑客咩？咁好啦，等我翻入去代你烧刀煮香，望观音大士佢慈航普渡，保佑你福寿安宁啦。咁多谢晒，师傅，我应该长拜佛门慈悲，一问道姑你贵姓啊？系贫道俗身姓甚？花道慧清啊，你叫做慧清啊？Time!
Thank you.
告退啦，阿弥陀佛。阿师，你唔好行住。哎呀，我想求下你。你做乜嘢啊？我想求你。我想入去拜下观音，点知你为师傅唔准我拜清香奉敬喎、啊？慧清，乜你咁啊？所谓乱世庵堂，几难得有一位施主到嚟签座下嘅。若果再冇人嚟，我哋去边处揾灯油火蜡都敬奉神灵啊！师太，你唔好听佢讲啊！我开门嘅时候，呢位施主佢都声明。一不是借茶，二不是拜佛咯。咁既然唔系借茶拜佛嘅，我哋点可以将人哋嘅香油占领啫？慧清开讲都有话啦嘛，入屋叫人入庙拜神，人哋唔拜神入庙嚟做乜嘢？你要招呼人入去，人哋唔多唔少都有啲签座下嘅。唔怕善财难舍，只怕菩萨唔灵。施主，我仲要去第二处打扫，恕我不能奉陪。慧清，你带呢位施主入去啦。如此上，施主，此间饭宴咯。哦，原来公主都未死噶，等我翻嚟话俾老爷听至得。我虽然未入过庵堂，但我一望而知，呢座梗系观音大士啦。点谂观音大士连坐之下，有一男一女咧吓？一个系金童，一个系玉女。哦，一个金童，一个系玉女啊！师傅，咁系咪自有观音以来，就有金童玉女永不分离噶？系。师父，点解一朝皇城劫后，只留翻一个金童，唔见咗个玉女咧？哎呀，出家人不明尘世事，施主请上香啦。好。Oh.
有一个落窗公主，咁个随驸马都好似破镜重圆。我系驸马，人又驸马，点解人哋咁够福，我咁衰咧？你话？我点知呢？Oh!
成仙佛，我连先帝同官，想被入葬。